David Barnes 给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英国伦敦，2006年5月，唐诗300首卷一。一，感遇4首之一，张九龄。孤鸿海上来，池黄不敢顾，侧见双翠鸟，巢在三株树。巧巧真木颠，得无金玩具，美服换人指，高明逼神物。今我犹冥冥，译者何所慕？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